2万块钱？对呀、啊。这月怎么开这么多啊？这个月效益好啊。老婆，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呗，回来跟我说什么？这什么态度是啥？啥态度啊？你在干什么？明知故问啊，练字看不见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是一直在家唧唧歪歪的，干什么？就这态度，爱回不回，不回你就走。我去了。跟我现在都这样说话了，跟你这样说话是客气呢，惹急眼他一脚给你踹出去。你这干什么？你这急溜溜的，你大阿姨妈来了？你才来大姨妈了。大姨妈没来继位什么？谁继位了？我哪继位了？我搁这块该干啥干啥，你该干啥干啥。你老跟我讲什么话，你就该干啥干啥去呗。你现在都跟腰包鼓鼓人都这么说话了？腰包鼓鼓的？对呀、啊。你干嘛腰包鼓鼓的？干啥腰包鼓鼓的了？哎，今天工资发了也不多。发工资就发呗，能发多少钱啊？不还是上个月那点钱吗？不多，这个月可能这个月也不算多，反正2万块钱。多少钱？2万块钱。2万块钱？对呀、啊。这月怎么开这么多啊？这个月效益好啊。有奖金啊？对呀、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2万块钱？对啊。妈，老公。干啥？我说的嘛，我老公这不是一般人儿，你看。咦、哎。来来来来，过来。这干啥？这。哎，来来，坐这儿来，来快来。这干啥？哎呀，老公。哎呀妈！发2万块钱呢？哎，累，肩酸酸溜溜。上一天班真辛苦，早出晚归的真不容易、啊。哎，你还知道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看我多心疼你呀、啊！我天天多心疼我老公、啊。那在家跟你说话都不搭理我。我没，我那阵儿心情有点不好。嗯，这干啥呢？给你按呀，揉一揉。哎，这待遇。你晚上吃点啥？想吃点啥？晚上想吃啥？嗯，晚上弄点。喝点酒吧，今天晚上。行。啊？喝一点。炒点啥？炒想吃啥？我都不知道想吃点啥。要不你别吃了，那肚子呢？减减肥吧。你看。是有点大啊。嗯。减减肥吧，好不好？行，不吃。走吧，过去吧。干啥？早点睡觉吧。我把那个床。都铺好了，电褥子也插上了，过去早点休息。是有点累，困了。走，过去，过去，我给你去洗一脚，洗一脚，然后早点休息。嗯，好。上一天班多累呀，多不容易。好，走。